有粉丝就要问亮颖说，一直以来呢都知道你喜欢尝试不同种类的音乐，这么多种的音乐里面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呢？那下一次会尝试什么元素的音乐呢？我应该是慢慢换吧，好像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都不一样，就希望做得更极致一点，因为做音乐也是一边做一边在学，希望每一次在现场或者是对不同的好的音乐人的合作都能够学更多。其实粉丝在关注亮颖的音乐的同时呢，其实也非常关心亮颖的身体。有一位叫做亮老公的凉粉跟他说，猪蹄好了吗？生病好了吗？这之前因为亮颖发过微博说应该是脚踝这边有受伤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一直都催我说，因为单曲发了那么久一直都不过去做宣传，然后也不继续再发单曲，我说等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说等我好了我就尽快的过去。所以现在好了吗？应该快好了吧。这还没有痊愈啊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好。好了，那希望音乐给到你力量，粉丝给到你更多的鼓励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